来看到第一台南，即马讲即台南神话，可能叫做神话。大竹川啊，好热人里的这台南神话莲潭里，因为这南科在遐啊发展，阵啊变了真紧，啊，不过一寡基础建设无对哩行，当地一寡学生囡仔读册爱阁下苦去读，即马经过草丛，总算唔望到一间小型国小的莲潭分校。当市长吴怡泰甲小型国校莲潭分校的小朋友击掌，对小朋友面上兴奋的笑容，就知影当地是拍了偌久的新校舍终于完工，27号正式启用。这一个里是全台湾最有钱的，排名第6的一个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高品质的一个公共设施来满足地方的需求。但是坦白讲，教育应该是大家都平等，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。过去因为南科发展真紧，和新化莲潭里真紧就升起来。里面的年收入平均168万，具有好的人力，新化台积电的称号。但是大量的人口入来，和基础的建设对袂到，当地孩童就连读书都要跨区来读。经过当地的造庄，历经2年外的时间，小型国校莲潭分校终于落成启用。的这个就学率，我们优先会把它排在第一名，可能就不会就是说去南科国小了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而且说新学校新气象，以莲潭里来讲，我的小朋友0到14岁的人口数大概是占了30%，那就是15岁到50岁大概占了50%，那整个善化区的人口成长率是整个台南市的第一名。未来这将会有24班，暂时是解决教育的问题。而除了国校新校舍完工，未来市府嘛将要伫新校舍边啊来起高中，让教育环境是更加完善。不过南科为莲潭里带来大量的外来人口，公共设施甲医疗资源相共不足，要安怎让外地人口移居台南、嘉义、台南，并且为南部留住人才，嘛是政府爱面对的课题。记者王俊宏台南报道。